attention.梳盖花以后就上树叶，树叶的颜色呢是用花青藤黄和墨三种颜色调起来的，就墨绿色。这个呢要颜色比较饱和一些，壁上要多沾点颜色。 就是完成了。那就朋友们，这个今天这个松树就这节课就结束了。这个以后大家画松树的时候呢，要多注意。朋友们，这个今天这个松树就这节课就结束了。这个以后大家画松树的时候呢，要多注意，把松树特点画出来。它松树特征呢就是挺拔有力，因此用笔呢多用中锋、重墨。这个大家也可以参考。 这个大家也可以参考那个教科书里面松树那部分的画法。好，再见。